来，小吴，哎，过来，周副所长，你不是生病请假了吗？怎么还到处乱跑啊？我好点了，好点了，好点了，你为什么不回来休假？ 小吴啊，我们知青社也是有章法的地方，不是什么大车店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要是再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话，那我就得考虑辞退你的问题了。周副所长，行，我现在拿着电机要去找邝处长做测试。今天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如果您非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，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现在是下班休息时间。对呀，休息时间也不能在这个地方群魔乱舞啊！看你们一个一个穿的，妖魔鬼怪似的。周副所长，今天是周末，我们业余时间。对呀，你周末也不能在这个地方胡闹啊！这是我们单位的职工宿舍，看看你们啊，像不像街上的小流氓？您这话怎么说的？ 这是我们的生活，对，对，我们一路，我们跟您一样，一天到晚穿一身中山装，对吧？对，就是。再说了，这钱是我们自己赚的，我们想买点啥就买点啥，想穿点啥就穿点啥，想听点啥就听点啥呗。管得着吗？管得着。我看你们啊，完全被资本主义思想给腐蚀了，这叫玩物丧志。像你们这样还怎么开展革命的工作啊？谢谢您提醒，谨记革命使命。谨记。 都快无法无天了，这是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去江城书说那里听歌，邓丽君的歌可好听了。听什么歌啊？那是歌吗？都是些靡靡之音。给我回去写作业去。你作业写完了没有？我写完了。干什么你？孩子作业都写完了，这大周末的就让他听一会儿嘛。那歌我也觉得好听。你更掺和什么呀？那歌有什么好听的？那根本就不是歌，根本就是靡靡之音。这还都腐蚀到我家里来了。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研究所一定会出大事的。我们家也会出事的，回去。我不，我都写完了，你凭什么管我啊？你就要去？管了你了，你赶紧进去，别伤着孩子，进去，进去，干嘛你？进去休息去。哎，起来，干嘛？哎。
干什么你？张奶奶，哎呦，疼不疼啊？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哎呀！啊！怎么了？项目谈的怎么样了？物理所的项目已经完成一半了，计算机已经到货，连夜拆箱安装。太好了！哎，另外，计量所也来了两个领导，我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机房，当场给镇住了，口口声声说这就叫现代化。估计咱们这项目是接上了。来，江老师，喝水。哎呀，小邝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将来发财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项目啊，只要一个一个这么做下去啊，咱们一定能做起来。好，你轻点好吧？来。哎，你们俩，邹所长，哎，所长，你们俩都在啊。哎，坐，有事您找个人叫我们就行了。哎呀，眼下还真有一个事儿。嗯，